阿叔啊，究竟有咩动力驱使你夜晚八点几坐喺架的士车头，阻住司机开走架车啊？系爱啊，定系宅烂嘅车呢？系饮醉酒啊！不过佢醉得嚟又坐得几正、啊，莫非佢就系鲗鱼涌不倒翁？司机个样似乎好无奈下，有读者经过即刻拍片 send 俾我哋。PPRB 回复我哋查询，话呢一晚八点十分收到七十岁的士男司机报案，佢个六十岁男乘客因为饮醉酒啦，喺英皇道近糖厂街落咗车之后，先系坐咗喺车头，继而瞓埋落地下。警察到场之后，知道个客已经俾咗钱同清醒翻，可以自行离开，唔使送院啦。条片就嚟到呢一度，中意嘅除咗俾 Super Thanks， 仲可以每月128蚊订阅我哋，支持 Channel C 出更多嘅片。记得帮手 like 埋我哋嘅后备 Facebook Page Channel C HK 2.0 啊！下条片再见啦～